真的很感谢你们，尤其是阿布。没有，我没有做什么。我觉得你真的要导正你的观念，就是不要一直谢别人，你要谢谢跟你要去精进的是你自己。恭喜又听顺利通过考试，严又听参加实境节目《来吧营业中》，面对首次做餐饮业，压力大到频频吐槽。那我们上沙的时候，我们也有提供酒精饮料的部分，然后在餐前我们有气泡水、雪碧、可乐，还有奶昔的部分，奶昔不能有了。奶昔不要介绍了，没有牛奶。我可以就是这个奶昔。好，冰块另外一种，那几有特别说要几颗吗？要几颗？所以可乐。另外一桌要雪碧，然后冰块另外装，然后跟奶昔。雪碧冰块另外装。不能，不要再叫奶昔了吗？不要介绍，但可以奶昔吗？我这个气泡水喝完，我可以再点一个饮料吗？没问题。那您需要的是，我们有气泡水和雪碧、可乐。奶昔不能有了，奶昔不要介绍了，没有牛奶。还有奶昔，直接这样削。哎，削这边对不对？你没有用过，你没有用过这个。没有，你才是少爷吧？我发现其实最大的少爷是佑廷，我连切个番茄我都切不好，才发觉我真的是一个白痴。我现在非常想要发飙，我现在是真的压住我自己，因为我仿佛是没有办法跟你有交流的，我仿佛就是一台铜墙铁壁，我完全没有办法跟你聊到我到底是。我们到底问题出在哪里？然后也要我主动去说，你要不要问老师，你才会动。你在做事情的时候，你不能用自己的东西在那边自己在处理。你要问，第一个就是问，你不能不问，一头瞎头在那边乱做，你再做也不会再成功。你最大的问题是，你会常常一个人把自己封锁在你这框框里面，然后你一个人蒙头做，你不交流那是不对的。他为什么反应那么大？因为你是根本就是完全把他隔在他说的高墙之外。我这个人是有你们刚刚讲的那些，我跟你讲，不要讲那些的啦。去把事做 ，Let's go。去一连串出包让炎亚纶、庹宗康忍不住说重话，不过好在炎又廷经过一番努力，在最新生存考验中成功达到门槛，确定续留营业中。真的，真的，居然哭了！说出来，说出来！你没有看过看哥哭吗？我昨天真的很怕，有，但是没有，我高兴。希望他也要多多加油，未来还是有更多挑战。